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。非常开心的告知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！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天晴嘛，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。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，比赛是绝对精彩的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温布利大球场，这座著名的球场仍然是足球自诞生以来历史最悠久的球场。话不多说，现在双方的较量正式开始。罗纳尔迪尼奥、朱塞佩·贝尔戈米寸土不让，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，扑进去了。这个时候是应该传球，但脚法没有掌握好，看来他是一时糊涂昏了头了，因为他身边本来有好几个出球点，可他却视而不见。他很擅长利用身体，在力量上确实有优势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终破功全都无啊。在边路寻求机会，罗纳尔迪尼奥，门将边绝佳的进球，卡卡展现了禁区杀手的风采。在我看来，这是最纯粹的猎手本能，也就是进攻意识，不是说他射门有多好，而是他解读跑位的能力，别人还没注意他就发现了。当然这肯定会增加比赛的观赏性，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，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姆巴佩、亚历山德罗内斯塔抢了回来，罗纳尔迪尼奥、特奥埃尔南德斯在边路提供了一个接应点，然而最后又是一脚本应该可以的传球，想法并不是不好。卡卡、罗纳尔迪尼奥，右往右的，罗纳尔迪尼奥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，可惜最后无功而返。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，舍甫琴科将球扑住，惊人的反应速度，他的这一挡太关键了，非常犀利，真是好球。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身手敏捷将球解围，马尔蒂尼、帕特里克·维埃拉、卡卡，好机会，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保罗·马尔蒂尼、埃德加·戴维斯、维埃拉、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、埃德加·戴维斯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基里安·姆巴佩、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、卡福、卡卡，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啊，犯规了，给了个任意球。莱昂内尔·梅西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拦截的漂亮，准确的预判。特奥埃尔南德斯、埃德加·戴维斯、罗纳尔迪尼奥、里杰卡尔德、罗纳尔迪尼奥、基里安·姆巴佩，他能组织起反击吗 ？AC 米兰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好，现在他们需要在进攻方面有所作为。将球传到边路，卡福，好听就是好投。这就是神级守门的罗纳尔迪尼奥，一定在想他该怎么做才能进球吧。第二次拿到了角球的机会，成功解围，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。角球既是机会，也可能蕴藏危机啊。
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他们在球场上竖起了一道墙。卡卡，埃德加·戴维斯，姆巴佩，人到球到，保罗·马尔蒂尼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他选择打门，可惜球打偏了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发现很难突破防守，所以只好选择尝试远射，显然效果并不好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还有埃尔南德斯，埃德加·戴维斯，将球拦了下来。他突破了过去，罗德里·埃尔南德。这将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了。虽然双方只打入一个进球，不过上半场比赛依然十分精彩。从场上焦灼的局势来看，这是一场硬仗。AC 米兰带着1-0的领先优势进入更衣室。主裁判一声哨响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其实，在1-0的比分之下，他们有可能。舍甫琴科，这球进了。两球领先，他们可以踢得更加轻松了。彼得舒梅切尔，这下值得同情。这种情况下简直是门将的噩梦，很明显被自己的后卫挡住了视线，看到球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。AC 米兰取得两球优势，而对手仍未破门。这第二个进球会让双方的心态出现两极分化，落后的一方压力剧增，而领先的一方凭借心理优势，很有可能会再下一城。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姆巴佩，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。精巧的高球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罗德里·埃尔南德斯，本以为能够有所作为，看来只能从头再来了。帕福，他找到了突破口，射门，他们太狂暴了，好球。这个进球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战术，等待对手出错，伺机发起反击。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，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戏法。打入三球，而一打一脚，一打扑得漂亮，他解围成功。罗德里·埃尔南德斯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没能摆脱防守球员，密不透风的防守啊！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埃德加·戴维斯 ，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，回传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卡卡，跑位娴熟，身手敏捷，而且很狡猾，不过防守最终还是化险为夷。埃德加·戴维斯。格里兹曼带球向前，及时的抢断，表情亮了。戴维斯，格里兹曼，萨拉赫，埃德加·戴维斯，还有埃尔南德斯。埃德加·戴维斯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卡福，罗德里·埃尔南德斯，姆巴佩，基连·姆巴佩绝不想输给对手。罗德里·埃尔南德斯，特奥·埃尔南德斯，埃德加·戴维斯，罗纳尔迪尼奥。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应该要起脚射门了。戴维斯，
快到第75分钟了，赏心悦目的脚下配合啊，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，他甩开了大门，彼得舒梅切尔精彩的扑救，漂亮，一攻一守都十分精彩。他在场上能够带来威胁，自己带球突破对方防线，如果能在射门时也保持冷静就更好。现在高个子球员都来到了禁区里面，真高啊，及时出现再次化解了险球，他接到了队友围身跃起，毫无威胁。门将的这脚传球质量不高啊，卡卡想要找跑位的队友，开始加速，质量怎么样？裁判的哨响了，估计吹的是越位。从对手那里抢回了皮球，球被拦截，埃德加·戴维斯，吉里安·姆巴佩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啊，贝林厄姆，吉里安·姆巴佩，萨拉赫，这下阻挡阻止了他的前进，梅西，球在莱昂脚下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可能要出大问题了。拉斐尔莱昂好像犯规了，知道裁判判了，这一脚没穿好，快速将球破坏掉。吉里安姆巴佩向前推进，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？一路带球走位，进行中路渗透，萨拉赫，吉里安姆巴佩非常自信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有时后卫不愿伸腿怕他摔倒，这种跑动其实很积极，很果敢，也很精彩。布里特向前推进，准确的预判，看一下伤停补时2分钟，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。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，维埃拉，卡卡，这球分得漂亮，大卫贝克汉姆，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，裁判响哨了，是犯规，可能会有麻烦，不过到目前为止裁判还没掏过牌。大卫贝克汉姆应该会选择传球，获得了一个任意球，看看由谁来处罚。吕迪格没有，裁判结束了比赛，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悬念的一边倒的胜利，他们轻轻松松的就把对手碾了个粉碎，这样的表现怎能不让人动心呢？蔡慧强先生，你来总结一下今天双方的表现。AC 米兰今天的防线始终很靠前，这样压缩阵型给了对手不少压力。
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，晚上好。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，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，这样的天气也是好到没有朋友那种，双方的球迷都互不示弱，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，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看个比赛那太爽了啊。好了，一起来看比赛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红黑的海洋，圣西罗球场人声鼎沸，好戏即将上演。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AC 米兰对阵曼联，卡卡这一脚拿捏了，裁判的哨响了，估计吹的是越位。哦吼，完蛋，传空了，一记长传，这就拦了下来。帕特里克·维埃拉几次精彩的护传，把球带到了前场，漂亮的直塞球，很不错的进攻组织，传接配合很有效。守门员将球打出，埃尔林·哈兰，一大片开阔地，好机会。卡洛斯，维埃拉，埃德加·戴维斯。无论用哪种衡量标准，他都会对这样的结果不满意。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，可惜队友没传好。埃尔林·哈兰，你打扑得漂亮。埃德加·戴维斯，球在贝林厄姆脚下。罗纳尔迪尼奥，舍甫琴科分给左路，终于摆脱了围堵，这是要传给观众吗？埃尔林·哈兰，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机会。古利特，这脚传球很到位。舍甫琴科调整打门，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。直接外球，利迪安·图拉姆能否接到球呢？激烈的拼抢就是不给对方任何空间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这名防守球员的跑位十分关键，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，起脚打门，这才是精彩的扑救，非常犀利，真是好球。
球队里有好几名高个子球员，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好机会，射下球门。他不想给对方任何机会。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，角球既是机会，也可能蕴藏危机啊！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传给前面，尝试一脚直塞。只有懂得无球跑位，才能把球给踢活。球被弹了出来，球出了边线，一记直塞球，极其老道的防守。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塔卡，球来到了左侧，特奥·埃尔南德斯在边路完全无人盯防，舍甫琴科选择回传，拔脚怒射，现在皮球无人看管。贝林厄姆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，可能要出大问题了。从这个位置起球传向中路，伊杰卡尔德的解围，古利特，哇，只差一点啊！他的控球和打门都完成得非常好，在自己还有足够空间的时候果断起脚。福登快速将球破坏掉，他一开始有时间也有空间，不过最后被压得很紧，很难处理了。他应该早点传，寻求配合。古利特，罗伯特卡洛斯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，起脚射门，谁都有可能得到球。罗纳尔迪尼奥，他们希望取得这样的效果。他看到了队友，准确的找到了队友。罗纳尔迪尼奥识破了越位陷阱，打一脚，他再次力保球门不失。好吧，他肯定对后卫线上的表现有所不满，而且他完全有资格这样。刚才的扑救堪称完美啊！伸出一脚将球断下。他们获得了一个界外球，准确的预判。他反应敏捷，将球拦下。他算是逃过一劫，人选很快就确定了。好机会，古利特，他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了一道防线，出色的预判。这可能是上半场的最后一个机会了。漂亮的断球，漂亮的解围，危难之中方显身手。卡福，舍甫琴科，罗纳尔迪尼奥，这一球传得漂亮，门前失射。不管怎么着，肯定是有身体接触了。哦，是个点球啊 ！AC 米兰得到了点球，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他做到了，1-0，非常坚决的射门，他直接把球打向了中路，门将完全没有想到。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。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，在上半时虽然打破了僵局，但是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建树，接下来的比赛仍然充满悬念。 AC 米兰上半场整体表现得不错，以一球领先，也许用稳健的开局来描述他们目前的表现最为贴切。半场结束，目前比分1-0。主裁判一声哨响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我希望现在双方都能踢得更开放一些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球在罗纳尔迪尼奥脚下，他抬脚失射，绝佳的技巧，
这个球可以让他们安心了。中场拿到球只是开始，他们凭借手术刀般的传球和冷静射门抓住了这次机会。 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，对他们而言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。在1-0的时候，比赛的形势仍然相对的均衡，但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两球，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。一方的取胜信念更加强，而另一方对失利的担忧则越发的严重。起球，球停得太大了，真的很不应该啊！都想好下一步了，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而搞砸，结果只能这样让人笑话，太让人受挫了。掉过头顶，球在贝克汉姆脚下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射门！这下失去了球权，不过他们希望保持这样的局面，寻找中路的队友。这球还有待商榷，不过裁判判的是球门球。哨声响了，犯规，要吃牌了。有些球员就是不动脑子，想想自己惹的麻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这就是典型的情况了。卡卡，他们已经展现了一些实力，还有多少潜力可以挖掘呢？菲利普·福登很有冲劲，但是没能处理好。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贝林厄姆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AC 米兰现在有机会打反击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。舍甫琴科，球在罗纳尔迪尼奥脚下，往前传，一起顶得进球了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！他将对手的防线撕得粉碎。这完全就是在踢训练赛，不知道他是出于本能还是和队友的心有灵犀，这叫传球的时机刚刚好。他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，他有机会打门，他得分了，差距缩小了。积极的跑动，灵巧的带球，进球是必然的。谁都没法预测这球会怎么样，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太精彩了。防守球员被戏弄得晕头转向，溃不成军。Sostituzione per il Milan. Numero 80, Ronaldinho. Numero 7. 主教练进行第一次换人调整。这会是他们绝地反击的开始吗？想要塞进去，但是路线被切断。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露出了内疚的表情。他的意图完全被对方防守球员识破了。球在古利特脚下，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鲤鱼跃龙门呐。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没有多加考虑，先把球给踢了出来，没有太多时间处理球。球员们跑位积极，整个进攻组织很流畅。大卫贝克汉姆，福登，好球，福登！安全起见，将球解围出去。卡卡。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，将球转移到另一边。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，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！他找到了突破口，这球塞得漂亮。卡卡，能进球吗？打进了，已经锁定了胜局。彼得舒米切尔第一下做得很好，第二下补射他也没办法了。这或许是天生的，他的预判能力明显胜人一筹。AC 米兰爆发了，连入三球。
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，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。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明显没有想到一起去。里杰卡尔德，亚历山德罗内斯塔抢断的位置很合理啊，将球拦了下来。古利特，菲利普因扎杰，他选择过门，球进了。毫无疑问，他们这绝对是遥遥领先了。在压力下表现得异常的冷静，在防守队员的夹击和压力之下破门得分，这是让人难忘的一球。AC 米兰再次攻破对手的城池，可以说是毫不留情。目前的局势对他们更加有利，打进上一个进球的时候，就应该会想到还会有更多的进球。他找到了突破口。防守队员很顽强，但很顽强就对了吧？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这脚传球并不算太离谱，差一点就有收获了。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直接射门，他们做到了！一场血洗，又添一球，停不下来的节奏啊！好吧，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面子问题了，这可能会给球员心里留下阴影。AC 米兰完全是在刷数据，这下可把对手惹急了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主教练在边线大喊大叫，让队员们冷静下来。而且他们确实需要尽快做到这一点，现在需要的就是冷静。塞尔西奥·戈迪奥多斯·桑托斯，这是一次强悍的防守，他能接到这几支塞吗？维埃拉、卡卡、维特。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！好机会，他看到了空当，他开始加速，将球传向卡卡，打进了，又进一球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样说吧，如果你看到了刷数据的机会，你会放过吗？当然要火力全开了。他进了第三个球，进球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。这名球员今天的表现可谓是无人能挡，绝对为球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整支球队就像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，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。接下来两队的比分可能会被继续扩大。比赛结束了 ，AC 米兰打出了想象中的比赛的走势。从开始到结束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这是一场不留情面、不留遗憾、义无反顾的单方面碾压。卡卡打进三球，这场比赛将成为他在球队的代表作。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，蔡哥你怎么总结？我觉得他们这场比赛方方面面都很不错，特别是中场球员非常努力，这场胜利确实是他们应得的。在直播的最后，我们还是要感谢蔡慧强，没坐高铁也没坐飞机，从上海跑步过来和我一起解说。好，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